中秋之夜，迎来了我们中国教育学会第二届音乐教育大会。我们相聚在这里，祝本届音乐大会圆满成功。我们期待着隆重开幕的那一时刻到来。中国教育学会第二届音乐教育大会隆重开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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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在经历了4年的积极筹备之后，中国音乐教育大会终于在上海再次拉开了帷幕。相比起第一届来说，本次大会无论是课题的选择还是活动安排，都更加贴合教学实际，在创新的同时兼顾了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需求，吸引了众多音乐学者前来交流。您是第一次来？不是，这第二次了。2015年那一次，我们作为那个志愿者，当时我是刚刚上博士，我在那个东北师大跟那个尹爱青老师。志愿者呢，你更多的是一个服务大会的一个服务的人员，所以呢，你需要去完成一些任务。然后这一次呢，是作为一个参会者呢，主要是来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然后呢，能够来跟我们国内的、国际的这些同行，包括这些老师，还有新旧的这些朋友们，能够有一个交流，有一个学习。这个属于实习和对接。我们在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的支持下和领导下，有这样的平台，大家能聚到一起，服务基础教育这些老师们，展示音乐教育的成果。这是我们自己的中国音乐教育大会，所以我们自己的教育方方面面都是要传承我们自己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这一点是我们重要的把握的一个基点。我们在每个内容的筛选和确定上也是有这样的考量。来自山东的杜老师今年65岁，当了大半辈子的音乐教师，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兴趣，他独创了一套又一套的教学方法，要把几十年的经验成果在本次大会上展现出来显得有点仓促，于是分享会从会议室延续到了走廊上。同学们，你看过来耶，哎，看过来，我把皮筋套手上，哎，哎，套手上。我为了来参加这个大会，你看我写了多少？你看我创编的歌，我这五音不全合唱团，我这是第三个，这来发言的，结果也没有发言，没关系，没发言没关系。我这不是说吗？合唱合奏教学法，千法万法，吸引学生注意力，愿意听愿意学为第一法。你就是10000个专家讲的法再好，学生不喜欢没用。我一上去，学生喜欢 ，OK 了，这就是我的法。我们是一线的老师啊，搞理论他需要有高端的专家学者去引领我们国民音乐教育。大到这1500人，就1200人、300人是一线老师，是面对求知欲望很浓的学生，或者调皮捣蛋的学生，你怎么把他引导好、教育好、影响？我认为这是我们老师一线老师需要做的。说我们每个老师都这样去想的话，那国民音乐素质、全民素质提高太容易了。批的老师在这边展示，其实可能都是他们毕生研究的成果，这个时间完全不够，我们也觉得很惭愧，也是觉得很有负疚感，但是没有办法，这我们尽可能的让更多的研究的成果在这儿得到展示。音高一点好听吗？它本来是哪两个？本来是要最低的吗？嗯，应该是要最低的吧？是的，低音有冲那个。待会我们有一个那个公开课，对，工作坊，然后待会要当助教，对，助教。其中有一个，运用了这一个手机的这种元素来
这个媒介。再换一个，因为之前是用打算用音调的嘛。哦，之前打算用音调乐器，然后会场这边好像是没办法有这个提供，对，所以就临时想了换了一个媒介。嗯，到时候用话筒把那个声音放大就可以了。对，我觉得还挺好的，比较锻炼人的随机应变能力。乐器不够，手机凑，办法总比困难多。临时拼凑的研究小组总算是找到了演示的办法，虽然最后在工作坊中也没起到什么作用，但老师们兴致依旧。或许是大会这个平台让他们找回了那份在学生时代特有的热情。王安国，业界大拿，也是音乐教育课程标准的设计师。然而当这套标准应用到了与粉丝合影时，也似乎显得毫无违和感。等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再进去。您合影每个姿势都差不多。在场。也还有什么办法？我是最希望的主动。就像那一年我去了那个铁木山，希望和桑统先生到咱厦门，你看那个心情可以体会吧？人家要找你，你一定要，你拒绝他是不行的。到第二届我们丰富多了，上次那个音乐教育的会议是世界水平的了，来了好多外国人，但是我们要弘扬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这是一个特点。这四年当中老师也在提高，国家的形势也在越来越好，而且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就在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学生身上反映出来。上一届你们来参加的时候会觉得国际的大咖带来了很多最新的理念，然后有很多的我们不了解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在一个平台上，在一个水平上去交流去分享。我觉得这次大会的小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做得很好，就比如电子论文这一块的设置啊，和一些小的一些圆桌会议啊，和一些展区啊，我觉得这些都非常的精致。说实话，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以至于我拍照片都来不及拍的那种情况，干货非常多。对于之后我在这方面的发展，肯定是会起到一定的引导性作用的。正在上课的王老师来自深圳，他的音乐欣赏课看起来有些与众不同。一开始感觉自己走在乡间的小道上，然后后面感觉突然自己掉进河里了。哇，你的回答非常有音乐的画面感，非常棒。因为我们是想突破一下，因为绝大部分的音乐课用的都是钢琴，小提琴最大的特色在于它的一个音色旋律线特别的明显，它可以很容易带进学生一个很简单的旋律当中去感受音乐。不加修饰的公开课，外加独特的教学方式，让孩子们沉浸其中。即便师生之间并没有那么熟悉，孩子们也积极地和老师互动。也正是大会对于真实的坚持，让在座的老师们更容易地把优秀的教学理念带回去。中午在他们放学之前，吃饭前跟他们简单的见了一下面，就几分钟的时间，然后下午他们就过来了。对，就是一节新课。今天下午的四位老师都是这样子，这也就是我们国家一个风向标的一个变化，课堂要追寻真实了，不再是作秀的一节。这次大会包括工作坊啊、论文，甚至是大师班，请来很多一流的专家，他们是自己在这个领域里边有独树一帜的风格。在对民族音乐的理解和民族音乐的阐释啊，尤其是大众化的传播，都很有贡献。音响呢？啊，
你讲呢？刚才那个唱歌这个刚才用话筒了是吗？很透是吗？很透。那边听得可清楚了，因为这个会场啊，它侧边这个比较薄，这个比较薄以后吧，老师现在这种唱法的话，可能会影响到隔壁厅的那个演讲。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协调两个厅的声音的音量的平衡，啊，我们现在正在协调。他那个笛子的声音，我觉得还没有出来。那没有，再没有其他的话筒了吧？没了，这个已经五支了。您到后边听啊，好，因为咱们站在音箱前呢。哎，对。那么多幕后的人，他们有多辛苦？首先从开幕式开始，这有些演出又有我们音乐教育的会议特点，在这个会场上是1500余人，你想想他们要做多少工作？最后我们看到演出，其实那里边蕴含着多少感情？多少温度，所以这个大会成功，除了我们的老师支持以外，啊，我们的专家学者以外，还有那么多幕后的人。走廊上人头攒动，与会者热情依旧，大家对音乐教育的理解留在了厚厚的笔记上，整齐的动作中也写在了会心的笑容里，各种经验和成果在这儿碰撞融合，并分享到不同的地方，慢慢沉淀下来。大会这个平台在推动着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带给了人们对美好的期待。这些课程都非常的精彩，很火爆，然后能给我一些启发，从感性和理性来认识我们学校的。希望再经常一点，我们的教育也走得更好，孩子们就更幸福，让更多的孩子受益，这是我的中国梦。中国教育学会面向的是全体的教师，音乐教师呢是其中比较重的一个部分。对于中国教育学会来讲呢，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给这些老师打开一扇门，通过他们再传递到学生，那么整体提升艺术修养、音乐修养。1 2